小玉，你们两个在干嘛？干嘛要绑着绳子？因为只要他骂我，走啊！哎，小雨，解绳子先。来，我先放你先。哦，走了，这车走了，会自己走了。幸好被我拉住啊！被你的绳子拉住。哎呦，我不去，他要走了。小玉，嗯，打开了。等一下，拉着那个绳子一起走吧。嗯，等一下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二三四，甩一甩手，三二三四，快！大气吸气，让毛毛毛。来来。啊！辣没？嗯，是多的，要不然，哎，不对，就这样子，别这样，就可以了。它过去一点，对对对，我过去我这边一点。哎，等一下。饿了没有？还没有。要粥吃了吧？还不饿。还不饿，从今天早上吃饭到现在几点钟了？两点钟了。干嘛干嘛？我要骑狗。别坐了。干。要坐到哪里看小狗路啊？嗯，我要睡觉了没？开的慢呢。在那边，你看。不要抱他，脏脏的。你有什么牛？你尿什么牛？我去！啊！招了他的狗啊！你尿什么牛？你尿什么牛？看你们已经冲了！你尿什么牛？你看那白。哥，爸爸，哥、嗯、说要抓我家的狗。要抓我们家的狗啊？我给他抓吗？Thank you.
哎，把它放下来，脏脏的。哇，这是黑狗，哦，好可爱。今天不敢回家。白鹭鹭，我的这个。你想抓我呀？今天你也不敢回去。怎么跟脚气一样？哎，我家这好啊，你家在城堡里面。去，不敢叫出来，不敢叫，不敢叫，不敢叫。你要搞他啦！不敢叫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要不要在这里睡觉了？我还要玩，啊，我这里好好好玩的。嗯，这样子啊。嗯。等一下，再拿点上品去。我去帮你拿。哎呀，我去帮你拿。你又不知道搞什么呀？爸爸。嗯。你总是让我买彩色笔，都是女的。是咯，彩色笔分男女的。你看你要买粉红色的。哦。哈哈啊，那你送给阿哥了。阿哥也有，阿哥送给你啊，就把阿哥那个送给你。哦，你阿哥送他的。那我和你交换。我不和你换，我不用在这里。不用换就算。阿哥去学校吧，你送他去没？要呀。阿哥要好久才能回来吧？哦。你就11天了。11天啊，2个星期。啊。也没有多久。帮阿哥拿东西上车去，快点。天冷了，你看阿哥要。大包小包的被子啊什么的要拿去学校了。我也要买冷死的晚上。拿那一抄书上去快点。开车的呀，开车门的呀。哦哦哦。得了得了。爸爸放不下。放不下。嗯。啊？爸爸给你告诉你。我不要。啊？走了走了，走了，小玉，啊。